嗨，妹妹，最近又胖成啥了？最近在减肥，胖没啊？哼哼，看着黏的，小黏糊，这干嘛呀？这黏糊，妹妹，吃饱了喝足了就天天黏着我。妹妹可会撒娇了。然后是那种使劲往身上蹭，使劲往身上糊那种，然后你一抱它，它也不让抱。大宝，你来啦，妹妹。哎呀，就来了，看你妈撒娇黏糊的。再看这个，这是干嘛呀？你们这是，大宝，你也来啦。看你们胖的一个个，这全来了。哎呀，你这太不文明了吧，大王子，臭不臭？妈揍你啊！那你闺女不是啊？咦，今天还不错，还跟闺女玩玩。想起是你闺女啦，大宝你咋走啦？大王子跟你妈玩去去。哎呦，啊，不敢打，妹妹不敢打啊，这是你大儿子嘛，最帅的大儿子，最帅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找妈妈吧。那懒得，哎，不能打。妹妹，你还脚打拳打脚踢的你，来妹，你咋对你儿子拳打脚踢呢？嗯，看胖虎在哪睡觉呢？给个近镜头，还钻在那个里面，露一个头，都会享受吧？抱不动你啦，以前抱得像宝宝一样，现在抱得像一小猪一样。大王子是最黏糊的一只猫弟弟。妹妹，呦，这我可没逗你啊！拜拜，大宝来，大宝，没有猫撸了，撸大宝，大宝来，大宝，大宝，喵喵。